首先将显微镜放在台灯前或者靠近窗口的地方，以便获得足够的光线。选用放大率最低的接目镜，然后转动接物镜，使放大率最低的接物镜和接目镜连成一线。如果位置正确，你会听到咔一声。现在保持双眼张开，望入接目镜，调校反光镜的角度，令显微镜中的视野范围光线充足而且均匀。跟住将透明胶尺夹在载物台上面，将画有毫米刻度那一边放在载物台上面圆孔的中间位置，从旁边望住载物台，转动粗调节器，令接物镜尽量贴近胶尺，但不可以掂到。再望入接目镜，慢慢调校粗调节器，将接物镜移离胶尺，直至胶尺黑度的影像变得清晰为止。跟住调校微调节器，令影像变得更加清晰。